这个比赛不公啊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派厉害的人给那个人的话，那是一种压力，你不觉得吗？参赛者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比下去，压力超大。西郎了，这件事情我们来问一下台哥就知道。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在整个的节奏上呢，他一直想要让给豪平来当主导，对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豪平主导不了。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豪平这一次啊，就是你把这个主角都让给了一星啊，所以没有让他是被吃掉，他没有让了，是被吃掉，他真的很用力了啦。来看一下分数，豪平的分数是25、60、80、70、30、80、12、20、20分。刚刚讲的那个重点就是，很厉害的人，然后如果碰到这个人的话，他到底可不可以跟他并驾齐驱？真的，可不可以很稳？的表演完，然后让我们也觉得，哎，两个人是在平行线上走的，不是一个高一个低这样子。那光芒太耀眼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满足了观众的这个胃口，很精彩的一段表演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下一位参赛者，下一位是 Echo。来，今天有合作对象，对，看一下简语。听，哎呦，帅哥。感觉是一个才子，我们来听个声音。看剪影你都可以看得出才子。当然，你看他手上拿什么？什么？那什么？感觉有拿，比如说……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春卷皮。面膜。面膜啦哈。没有。面膜小开，好啦，先出个声音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会害怕，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。这么好听的声音，一听就知道有当过兵。对，真的。因为为什么叫浑厚？浑厚，他一定还会唱军歌，会唱军歌吗？来一句。国旗在飞扬，声威浩荡。OK， 您这首歌都唱得这么深情呢、啊？好，马上欢迎他出来吧。好的，一起欢迎韦里安。大家好。好好听哦！所以这次新专辑，新专辑是、啊、好。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《有人在等》，有人在等哦。当兵就是有人在等啊、哦！是是是，所以你没有被兵变哈、哦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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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 OK OK。没事没事，欧弟哥没事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都过去了，我知道。哎，表演完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还没表演，还没表演，对，马上来看一下精彩的表现。Never know the answer, 'cause you never chose the 选择，这也没有。以后回味了两年，咱们的韦里安终于推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，想必这次有了金曲新人王的加持，咱们 Echo 的表现绝对是令人期待。Echo 也想得金曲奖，阿咪老师也想。冠军黑马胜出，林俊面临积分宝座危机。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跟你分手歌都想说的。太荒谬了，非常的完美啊！你把自己完全把张学友装进去了，整个。Echo 也想得金曲奖，阿咪老师也想。最近韦里安出新专辑，他在甄选新的团员，我想尝试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成为他的艺人呢？请进。哎、韦里安你好。你不是超级魔王大道的 Echo 吗？嘿，你怎么知道我？久仰久仰，我有看电视。谢谢。听说你在甄选新的团员。哦，对啊对啊对啊。我想说我可以用我的 B-box。来跟你做搭配哦，好、啊，有没有机会？那你有练我的什么歌吗？什么？有有有，还是会哦。好、啊，那我现在弹，你可以直接搭配吗？我来尝试看看。对，好，现场考试一下。好，好，来喽。日出日前，
一些真心的诺言，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，就躺在你的身边，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，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，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，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，还 OK， 还 OK。那什么歌都可以吗？如果即兴，你有办法配你的 beatbox 吗？不然我让你考难一点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那我即兴弹一下，好 ，jam 一下。好像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你有没有比如说你会别的乐器？第二项专场，我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好了。好啊，什么？口琴。哦，加上 B-box。哦，好。要去表演一首歌，是叫做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， 你有听过吗？我听过。那干脆我们现在来 jam 一下，如果你 OK 的话，你明天就跟我去表演好啊，太好了，真的吗？好，尝试看看，来试试看喽。There'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, reaching a fever pitch that'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. Finally,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.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, and I'll let your sheep bear. Don't underestimate every piece of you. Don'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on't do. Yeah.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. They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. 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. I can't help think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. Rolling in the deep,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your hand, but ship lady.But you played it to the beat. 好，录取。Echo 好厉害，因为他其实让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B-box， 他跟用那个口琴好强哦。这一段真的是我看过，真是在音乐性上面最好的搭配。但讲话的部分呢，仿佛看到了那个金曲奖的颁奖嘉宾。啊，我们接下来，哎，你今天那个打扮什么什么？